今个月电话费贵咗喎，你嘅合约到期，自动转咗新约啊嘛。点解有个试用服务嘅？你都冇话唔要，以后唔使口同鼻拗啦。电信服务合约业界实务守则已经实施，合约条文清晰咗，续约同终止合约等安排都改善咗。咁对用户嘅保障咪增加咗咯？咁签约前记得问清楚，合约系咪符合守则嘅规定啊？电信合约之清楚，消费权益保障多。